啊，我冇睇啊，而家冇。細節到大咧，所以啊都係品質嘅保證，而係香港嘅品牌咧，所以今次就好榮幸可以拍到呢個廣告啦，同埋可以食好多餅啦，食好多餅，係啊，因為我自己都中意食餅。咁其實咧，我都知道咧，你其實就都好中意食多打餅嚟嘅，咁大家可以睇到 Nicky 嘅收藏嘅分店啦。一世免費任食西瓜餅，係啊！呢個係一定係可以免費任食嘅，因為你永遠食咧都係咁會係咁 fit 嘅。好多謝。好啦，咁咧就係喺拍廣告嘅時候有冇任何啲有趣嘅事情發生咗咁咧？拍呢個廣告要跳舞啦，首先同埋要不斷咁樣食餅啦，同埋有大家睇個廣告見到一個紫菜人啦，其實我要特別多謝呢個紫菜人姐姐，因為佢喺吊喺上面咧好辛苦，我諗啊，我好想唔使我吊，因為如果係都要吊好耐先攞得翻嚟，所以呢個廣告係花咗好多心思嘅咁，係啦係啦，係啦，咁譬如好似今日你嚟呢度啦，幫我哋做呢個義賣啦，你會唔會其實係第一次做呢一樣？其實義賣不是，不過我覺得今次有意義就是因為很多謝四周可以配合到好好人，因為他們就今天買一包餅就會捐100包，沒錯，捐100包給這個香港的食物銀行。什麼叫食物銀行呢？其實香港很多人都處於很貧困的一個階層，而且他們可能連基本的食都沒有，餅乾其實是可以 keep 得很久，同埋可以幫到佢哋啦，咁自己人幫翻自己人啦，咁我覺得係幾有意義嘅，咁所以今日希望大家咁有啲買一包餅，咁四周就會送100包出去啦。冇錯啦，今日咁有意義咧，我相信你哋咧，大家都會係好踴躍支持嘅。我覺得旺角的市民啦，都可以一起來支持，因為要有餅食，又可以幫到。冇錯，咁我哋喺度呼籲下旺角的市民啦，努力。